哎，掌声来欢迎紫韵舞蹈团所有专业的工作伙伴。舞蹈社遇到了刘小姐说来给咱锻炼青春活力的社区包包，关节活动方面或者是舞蹈方面都是经过专业的指导，安尼轻松努力的舞蹈表演为咱现场带来是充满着朝气阳光以及富含希望的舞蹈表演。跳起来，你叫咱跳，咱就跳不上来起来啊！吼，啊，你有需要拍不好，哎，有够好啦，赞啦，赞啦！